我那时候在教书的时候，因为我的房间会反潮，所以呢，怎么弄都没办法。后来我知道去那个太原路，人世间有个太原路吧？对对对。去太原路买工具，专业了吧？专业对。然后还要买电钻啊，然后问题是电钻呢？工头。一共什么两倍赢啊？我讲我倍赢了，一共。我来一杯这。德国制的，而且它有分女生可以用跟男生可以用，它比较握把，我们的力量比较小嘛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你找老公很慢，去太原路好不好？去太原路，靠老公会倒了，靠自己最好。不是不是，你就去太原路，整条太原路都是老公可以用，好不好？你荷花改蒙，一定会改你搞单身的啦，跟老公不合的啦，就去太原路，就去太原路，好不好？老公耍废的啦。太原路，太原路。